皇上，这些护卫军个个都很武啊。那是啊，个顶个啊，这都是奴才精心为皇上挑的御林军。看看啊，个个人高马大的，都有一身好武艺。陛下，他们都会中国功夫？这有什么可奇怪的？我们满清是以弓马拿江山的，他们是满蒙人的子弟，当然会些武功。陛下，您的八旗子弟可个个提笼架鸟，只知道养蝈蝈熬鹰。我看，我说你这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啊你？他们不同，他们是满蒙子弟中的豪杰，他们的祖辈都是御封的巴图勒。巴图勒？什么是巴图勒？瞧你的见识，连什么是巴图勒都不知道啊！巴图勒是我们满族的勇士，不是英雄。哦，他们都是英雄勇士，个个都会武功。那是，这么看来，陛下，中国的武功看来不怎么样嘛？啊，何出此言啊？陛下，以臣下的观察，中国的武术，个个是花架子，根本无法和日本的柔道、空手道竞技相比。是吗？是的，陛下。你别光说不练呢，来两下试试。说实话，我在日本还真是练过空手道。那就请你教教他们。这，陛下有旨，着御用冠及刚安直大佐，即刻教护军学习日本武功。钦此。御用冠，您请。好。去领教领教。怎么样，谁来啊？你们是一个一个来还是一起来啊？啊，我们要是一块上吧，别人会笑我们以多欺少。弟兄们先歇着，我和吉冈大人切磋切磋。请吧，吉冈大人。哦，哎，嗯，大家伙一块儿上。哎，多多指教。嘿，嘿，哈，嘿，哎呀，哎呀，你们快把御用褂扶起来，御用褂，朕这里没你的事了。你回家歇着吧。陛下，这实际上日本的武士道就是比中国武术厉害嘛。可惜啊，我没练好。哼，你们等着瞧吧，我找几个功夫高的人，哼，好好教训教训你们。哦您乐什么乐？说出来也让朕乐乐啊。皇上，奴才一想到那天吉冈被打的那熊样啊，就忍不住想笑。可不是嘛，脸都打歪了还嘴硬。哎，皇上，那天呢多亏了祥贵人了，要不是他编的那个谎，咱们还真瞒不过吉冈去。嗯，可那吉冈吧还不服气，还找了几个那个关东军的什么教官，说是要指导护军，还说这什么空手道的黑腰带、柔道高手什么的。哎呀，奴才也不知道他说的那一套，不过摆明了他这是来找咱们寻仇来的。你就答应他了？不搭理这小子怕是还不成。为什么？借不住他成天的跟咱们找茬啊。嗯，小不忍则乱大谋。老爷子，您越发的圣明了，咱们呢犯不着跟那小子一般见识，多少啊赏他点脸。诚心输给他，给他个台阶下，咱们能以小失大，给皇上和祥主子找麻烦不是？就说你最懂得体谅朕了。您这是说了哪儿的话呀？奴才跟老爷子这么多年了。那你们可得受点皮肉之苦。奴才为兄弟们谢皇上体恤下人之恩，您老放心，就是输
我们也要输出个鼓起来，您就瞧好了。好，就在同德殿上看这出戏，朕亲自为你们助威。谢谢皇上。那这个不是我打的，八哥，八哥，嗨！官阁下，我刚接到报告，说康德皇帝的护军已经发展到375人，而且配备了全部的德式轻重武器，是这样吗？是啊，司令官阁下。为了这支队伍，我还亲自教授他们空手道的功夫。如果没有卑职的训练，这支队伍哪能进步得那么快呢？现在他们个个武功高强，加上装备精良，可以称得上是一支精锐部队。在我们关东军面前没有精锐。司令官说的对，他们不能。但是我绝不允许我们的身边有任何一支军队，一定要汲取张作霖给我们的教训。嗨，康德皇帝的护军
始终是一颗定时炸弹，与其留着它，不如早早引爆。你是让我炸掉护军？从今天开始，没有关东军司令部的命令，康德皇帝的护军不准随便离开地宫。嘿。另外，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通知你。溥杰殿下的夫人已经有身孕了。哦。吉刚君。嘿。你要促进你的皇帝陛下尽快批准帝位继承法。嘿。怎么样，撑不撑得住啊？啊，皇上，您甭问奴才担心，能为您尽心效力，这是我应尽的福分。哎呦，行了，别嘴硬了，忘了昨晚哭一宿，说什么也睡不好觉了。嘿嘿，我那是想我娘了。想娘啊？祥主子，您甭听他胡沁，他呀，自打记事起就没见过他娘。我没见过就不行想想了。真可怜。不可怜，不可怜。陛下，御用卦吉刚安直求见。怎么又找上门来了？怎么着，他还不服啊？啊，还想叫板上等着？哎，朕正要见他。叫。这陛下，祥贵人。怎么了吉刚，你有什么事情要向朕禀报吗？陛下，为了陛下和满洲国的利益，我接到关东军司令长官武藏将军的命令，从即刻起，您的护军没有关东军司令部的同意，不能离开地宫半步。陛下，这是关东军参谋部为您精心编制的护军地宫防区图，还有护军调动指令程序系统，恭请陛下妥存。御用卦大人，护军好歹是皇家禁卫军队，直接听从满洲国皇帝陛下的号令，你说不能离开就不离开了？陛下，为了陛下和满洲国的利益，臣提醒陛下，满洲国皇帝陛下也得听关东军司令长官的，你说是吧，陛下？陛下，您还要签署这个？还有什么？帝位继承法。你还有完没完？朕早就下过旨，不经过皇室成员的讨论通过，朕绝不签署。陛下，我们已经给您组织好了满洲国皇帝帝位继承法立法恳谈会，这是名单和会议的程序。你们想逼死朕？皇上，会议于明早8:30召开。来人了，陛下龙体欠安，免朝7日，诸位回贺。康德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。哎，走吧，走家了吧。哎，回来回来，回去吧。皇上不见我们也没办法。吉刚大人，您也回贺。最终陛下会签的。哼。好，帅哈，帅队长，带我们出宫溜达溜达吧，弟兄们都憋坏了。憋着吧，想出宫怕是没门了。你就带我们出去溜达一会儿啊，一会儿就回来了。我可不掺这头，再说了，我也不见得有这本事。您是皇上的大红人，您都不行，那还谁能行？我们在里边憋坏了，就是憋坏了。咱们走走走。哎呀，这事儿啊，急不得啊。反正啊，有空我就带大家出去玩，不就成了？哎呀，太好了，谢谢。您带我们出去一会儿，神不知鬼不觉的，一会儿就回来了。啊，就是嘛。好。操练起来啊！好，继续练。哎，下去练。来来来，好，来，快过来。好，对。哎，好，哈，来，猴子，哈，哈。
就别着急了，哭了一上午，你看你眼睛都肿了。阿玛说了，额娘这次病得不轻，皇上，你说怎么办呢？皇上，咱们让人捎信给七爷，让他派去个好大夫，好好给老太太诊治诊治。贵人啊，你也不用太心急了，只要大夫好，药好，这个老太太病啊，应该不碍事儿。嗯，快点派人通知套贝了。这。可是我这心里呀，还是七上八下的。贵人，您要实在放心不下，奴才倒有个主意。啊，快说呀！皇上，您忘了，当年在宫里的时候，有一回摄政王爷得了疾病，皇上急得跟什么似的。后来带着奴才们买了好多锦鲤，直奔颐和园的，全都放生到昆明湖里了。没过几天，王爷的病忽的就好了。真的？是真的。他要不说，朕都忘了。皇上，那我也要去放生。好，放一生便得一生。小明子，你带护军陪贵人去放生。皇上，您忘了，吉刚大人说过，护军是不能随便离开地宫的。混账！这是随便吗？朕的贵人需要朕的护军去保护，还有比这个事儿大的吗？皇上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咱们还是不要惹他们的好。朕偏惹他们了。朕是满洲国的皇帝，朕的贵人要出宫，凭什么经过他们的允许？就是。明天你们只管出宫，有什么事朕担当。得令。停下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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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什么？小明子带着护军出宫了？是。干什么去了？这个卑职还不清楚，好像是去了大同公园。我要马上去见司令官。卑职无能，卑职失职，卑职无能。这是干什么？啊？吉刚大佐，我责怪你了吗？司令官阁下，您不责怪我吗？他们确实去了大同公园。确实。好，这是我们撤销他的护军的最好理由。哦。你马上调集部队，带着重型武器进驻地宫。嘿。主子，鸽子呀鸽子，你快点飞到我娘身边，代我向额娘问好，就说玉林遥祝她免灾去难，身体健康。哎，你们也多放几只，许个愿吧。哎，谢谢祥主子。哎，快来来来，好，好，好，来。鸽子，鸽子，你就保佑我们贵人的额娘早日康复啊，要不然我们主子也得愁病了啊。哎，哎，鸽子，哎，鸽子，哎，来来，哎，怎么回事？怎么？哎，打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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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快去看看，快的，是。你们看，是我打中的。哎，站住！为什么打我们的鸽子？怎么了？就是啊啊！打了怎么了？你干什么？大点不行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敢打我鸽子？哎，你们还动手？哎，干什么？你们打架吗？怎么了？啊！日本兵打我们的鸽子，还打了我们，这怎么办？祥主子，别着急，兴许他们是来护驾的啊，没什么事儿。好不容易出来玩，放心玩吧啊！咱们还是小心点，早点回去吧。明公公，他们心太甚了，我们也打上去吧。这帮龟孙子们啊，非逼着老子给他们点颜色瞧瞧。弟兄们，走！是，走！走！走！
了去。护送您回宫。武藏囚禁，让他在召见大厅等我。是，皇上，你一定得救救他们。放心。陛下，我是为了您的护军事件特来打扰陛下的。陛下，您的护军居然殴打大日本皇军，实在是……武藏司令官，发生了今天这样的事情，朕很痛心。但事件到底是怎么发生的，看来已经不重要了。朕想要回我的人，武藏司令官一定会有条件的，是不是？那是当然。我和司令官讲话，轮不到你插嘴。陛下，护军的确不遵守纪律，肇事者必须受到应有的惩罚。还有你那个小名字，我看就是他带的头。小名字不是护军。他是朕的内侍。司令官，这次护军出宫是朕答应他们的，如果必须惩罚谁，第一个惩罚朕吧。我们怎么可以惩罚陛下呢？陛下言重了。不过我看护军整天游手好闲，无事生非，长此下去对陛下极其不利呀。这样的护军我看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。阁下认为朕根本就不需要护军的保卫，
陛下当然需要更加强有力的保卫。陛下，为了您和满洲国的利益，请陛下下令撤销护军，改由关东军直接保卫您的安全。你说什么？请陛下下令撤销护军，而且肇事者应该受到严厉的惩罚。没有别的选择了。嗯，那你要将他们怎么样？交给军事法庭审判，然后送到日本当劳工。这是很公正的。朕的护军可以解散，但朕的人请阁下把他们放回来，不要为难他们。陛下为了这件事情请求鄙人？我诚惶诚恐的请求阁下。那就要看陛下的诚意了。朕愿意签署帝位继承法。好。当然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请陛下应允。请陛下举行一个欢迎仪式，请满洲国的要员参加，以表示对关东军入驻地宫的欢迎。陛下，这是您新的护军统领加藤忠佐。哎，陛下，加藤将尽忠职守，保卫您的安全。司令官，今天是否可以放回小明子和护卫军？带小明子。皇上，皇上，八嘎，奴才呀，皇上。陛下，关东军认为，对于护军擅自外出的惩罚，小明子首先应该受到惩戒。玉永卦，朕再说一遍，小明子不是护军。况且朕已经答应了你们所有的条件，为什么还要惩罚他？陛下，正因为小明子不是护军，他还要继续留在您的身边，所以对他一定要严加惩处。皇上，没错，皇上，你放司令官，我有话对您说。大同公园事件，我目睹了全过程，而责任不在于小明子一人。双方由于发生口角，所以殴斗起来，罪不在护军。陛下，您已经同意撤销护军，请陛下向关东军念致歉词。陛下，您请。什么致歉词？陛下，您当然应该向关东军当面致歉了。这一条不在我们的条件里面。然而陛下，您必须向关东军致歉。对于满洲国地宫护军殴打关东军士兵一事，朕做出如下决定：遣散护军，收缴护军所有武器。从即日起，地宫的安全守备交由关东军执行。陛下，皇上，我轻点就是了，你再忍一会儿，马上就好。疼，
呦，疼疼啊！好了好了，没事没事，疼啊！疼啊啊啊啊啊啊！好了，好了，没事了，不疼了啊，不疼了，不疼了，咱们回去休息吧。疼好啊，疼，就是朕还有感觉，朕还会流血。皇上，走吧，咱们回宫休息吧。啊，走吧，皇上。二嬷，这哨怎么还不退啊？没事，主子，你放心吧。医生说，皇上是感了风寒。吃了药啊，没什么大碍，您都陪了好几天了，回去歇着吧。不，我想再等等，等他烧退了我再回去。哎，你先回去吧。皇上好些了吗？来，皇上你想吃什么？玉林给您去做。坐下陪陪我。都是玉玲不好，玉玲要是不去放生就好了。玉家之罪，何患无辞？朕是不是很没用？您别这么说。皇上体恤护卫军，宁可牺牲自己的利益。我想这些已经让人非常感动了。竟然连自己的护军都保护不了。朕还算皇帝吗？皇上，您别这么想。有些事情是不可能两全的。记不记得你和朕说过，如果朕不是皇上，你不是贵人，和平常百姓一样有多好？皇上，是玉玲不好，玉玲那时候小，瞎说的。朕不是好皇上。啊，皇上，小心自己的手。玉玲，我有时候想，什么东西对我是最宝贵的？是满洲国的江山，那不是我的，是日本人的，是光复青史的大业，可能只是个梦。一生都在折磨我。皇上别这么悲观，我想一切都真的会好的。其实我也挺幸运的，上天赐你给我最宝贵的东西。你是这宫里面我唯一可依靠的人。我想问你一句，如果有来生的话，你愿不愿意再和我一起？不，我不要来生。为什么？我只要生生世世，生生世世能在一起。皇上，您该喝药了。老爷子。嗯。怎么了？二殿下和夫人来给您问安。叫吧。这。皇上。您把药喝了吧。啊，二殿下请。
皇上，想贵人。皇上，溥杰一直忙于事务，好久没有来给皇上请安了。不用了，过一阵子你都不必来给朕请安了。皇上，过一阵子你就在家里接受关东军给你这个新立的皇帝的请安吧。我们到里边去吧。来。皇上，不要这样。也许他生的是个女孩。万一生的是男孩呢？溥杰没有生儿子的命。有。没有。朕说有就有。皇上。我想问问你，这就是你当年选择的最终结果吗？皇上，溥杰当初的选择是始料未及的，但是到现在溥杰也不后悔当初的选择。我只需要选一位爱我的女人，一个和睦的家庭，我不想让她介入这么复杂的政治世界。你不想介入，又可以不要江山，也可以忘了祖制，可现在是要搭上朕的性命和朕的地位。我想问你一下，你为了自己的所谓的和睦的家庭，朕要付出的代价是不是太沉重了？皇上，有这么严重吗？我已经签下了地位继承法，只要你的儿子一落地，关东军的军刀就立刻会架在朕的脖子上。皇上，如果溥杰当初的选择铸成了今天的错误，溥杰希望能够挽回。挽回？你连嵯峨号都舍不得，你可以放弃你的孩子吗？皇上，请你放心，溥杰只需要一个爱我的人和一个自己亲生的孩子，一种平凡人的生活。你说什么？我是说溥杰需要一种普通人的生活。你是爱新觉罗的后代，你根本就不可以有普通人的生活。出事了！不好了！不好了！不好了！日本人，日本人把人都抓走了！快看！快走！快走！快点！大号点！下去！快点！下去！我找你！快点！下去！小明子，这传朕的话，叫护军不要妄动，朕要亲自去送他们。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，你不能出去！你们不要拉我！传这，朕要更衣。皇上，皇上，停车！救救我们呐！皇上，皇上，停车！皇上，皇上。停车！皇上，救救我们呀！皇上，皇上！我知道，作为一名女子，不能干预帝国的政务。但是，由于我现在的身份，有些话我必须要说。当然，您是溥杰殿下的夫人。我自幼受的教育是要遵从王道，效忠天皇。嘿，我们日本国的皇帝是皇帝，满洲国的皇帝也是皇帝。虽然地位上不能相比，但是名分是一样的。您要说什么？皇权是上天授予的，
皇帝的继位是一件大事，如果不能名正言顺，或者说皇帝还健在，就要另立新君，这样是不对的。我马上就要临产，所以请阁下听好，我无权干涉内阁和军方的决定，但是我可以决定我自己。如果我生下的是一个篡位的皇帝，那我就将以一死来谢国人。